警方长期搜证，发现这栋头天住宅就是犯罪集团藏毒的地点之一，还定期有小蜜蜂来此缴交赃款。另外，集团首脑25岁的许姓主嫌自有住宅也遭到警方查缉搜证，发现这栋头天住宅就是犯罪集团藏毒的地点之一，还定期有小蜜蜂来此缴交赃款。 另外，集团首脑25岁的许姓主嫌自有住宅也遭到警方上门查缉，他来头不小，父亲有黑道背景，子称副业还是竹联帮红人会的成员。过程中查获不少赃款和毒品，许姓男子还一边狡辩那是买卖土地的所得。来，过来。不只是主嫌集团的共犯也被警方持拘票在路上逮捕。够长吧？这两包一万够长吧？还在陈姓共犯车上期货不少毒品和现金也连带被查扣。该组织啊，利用彰化地区。 出租来自后天厝啊为聚集地啊，于日前向彰化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，一举将许姓成员等6名竹联帮成员，逮捕到案。根据警方调查，犯罪集团分工细腻，不仅行事作风谨慎小心，还时常更换车辆和租屋处，以此规避查缉，但仍旧逃不过法网。扫毒行动共查获6名竹联帮成员和70多万元现金和各种毒品，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罪嫌，将人证物证依法送办。三立新闻，市议会邱瑞阳台中采访报道。